love cocoa. My whole life.現恭請八位扶靈來賓就位，李文小姐姐夫何錦麟先生請就位，殿堂級女歌手欣妮女士請就位，著名音樂人姚謙先生請就位，RT Management Limited 董事彭文慧女士請就位，華納音樂高層 Mr. Jonathan Sherburn 請就位，李伯敏博士請就位，著名主持人楊洋先生請就位，以及前新力音樂高層李岳琪先生請就位。請座中各位全體請起立，李文小姐出殯儀式現在開始，請家屬、親屬、來賓依次序送靈柩離開本禮堂。八位扶靈者請開步，禮成。
小心啊！吃过饭没有？没吃过饭没有啊？各位，不要不要，小心，不要不要慢走啊，慢慢走，你们慢慢走啊，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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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都没有，谢谢，你们要小心哦，不要撞到，不要撞到，不要撞到，小心小心，不要撞到，哎，小心，不要撞到。播放李玟名曲《月光爱人》，李玟棺木缓缓推出，姐姐抱着遗照，所有人哭成一片泪海。李玟一号举行出殡仪式，亲朋好友粉丝通通来送她最后一程，会场不断播放李玟生前说的话，所有人听了更加不舍，灵车驶离，歌迷更夹到泪别，大声向偶像说再见。李玟丈夫布鲁斯并未现身出殡仪式，但低调到了火葬场被媒体拍到背影。在31号告别式家祭，他也带着两个女儿坐在左前方第二排。李玟粉丝男人怒火在场外破口大骂：“渣男布鲁斯，渣男布鲁斯，把哥哥还给我们，把哥哥还给我们！”怒骂布鲁斯要他把 Coco 还给大家。李玟的两个姐姐在31号告别式上也抱着一名男性朋友放声痛哭，更当众凄厉哭喊：“他害死我妹妹。”疑似暗指李玟老公，但随后现场就切静音，画面也拉成远景，演艺圈好友纷纷致哀，歌手萧亚轩亲自到告别式痛哭悼念：“他唱歌，他跳舞。”他的讲话，他的一切，我都觉得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完美。张惠妹则录制 VCR， 亲爱的，
Coco，你在那边都还好吗？包括刘德华等艺人纷纷送上花篮，永远怀念这位一代天后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，有额外的折扣。